好，我们的小姐，掌声鼓励。你要忘记我吗，小雅？祝我们王董天天生意兴隆。小雅在这里，我们吴哥没有来哈，还有新进会来哈，王董的一路。跑掉了。好，你讲好了，来来来。红灯了，你进来。红灯哎！好，我们的小雅在哪里？小雅，邀请的王董事长和我们的小雅上来。王董，交给你。
嘴啦。